发工资了，咋不高兴呢？五千一，正好。咋这一个月才挣这样的钱吗？这跟仓库挣的钱。我要今个你也干活去了吗？嗯哼。买点豆子吃一碗也走。老板，要点豆子吧？菜缸豆子吧？菜缸豆子。啊，菜缸豆子好吃的很呐。还吃了没？啊，还吃了没？不要，不要，不要。王爷，我给你算。30。哦。王爷，今个累坏了吧，王爷？嗯。啊？这今儿看到怪高兴啊。发工资了，咋不高兴呢？哈哈。买啥好吃的？我啥呀？你不是想吃肉，给你买点肉。王爷。啊？王爷。王爷，跟不上拿东西。啊。这个我做，啊，啥？我也不怕了，天天干啊，干一天活嘞，今天干硬啊，干硬的。我搁这，五千一，正好。咋这一个月才挣这样的钱吗？这跟仓库挣的钱，那咱给人家搬家拉货，人家都交钱结了了。吃个馍，喝点啤酒，吃个肉就行了。别看都是在门口卖的，第一回吃。但你这还没有出油钱呢吧？油钱没出呢，一个月得2000万油，再给我有时候吃，5000万都差不多了。不过平常来回给人家送货、搬家，那挣的也不少，那基本上是纯利润。白天挣多少，天天都没耽误。他那连一个眼睛了，该那干活干不了。他有多大啊？有45左右吧。那还算年轻人吗？该那干了一天，第二天给他不去了，累得腰疼、腿疼的，脖子疼的。我在哪儿都不带疼的，腰也不疼，腿也不疼，胳膊也不疼。我天天锻炼着了，习惯了。我干活也快也慢的，凶得很。一般年轻人干不过你。年轻人我干的活，年轻人干不了。但他想喝酒的吧？想喝的吧，给你倒点吧。来，行吧，我来，我来。我的狗可听话，都是不会说话。这狗养几年了，听话的很。肉你别吃了，肉晚上别吃的。吃了。啊，吃了，好吃了，吃了不吃了。